各位山地社，阿弥陀经现在还是讲正统风的体验，相承义正庄严与气性，详细陈述西方极乐世界义波正波的庄严嘛，来启发众生的信心。前面讲的义波庄严，现在讲正波庄严。请问彼佛何故何阿弥陀？啊，沙利佛云念一云头，彼佛何故何阿弥陀？沙利佛，彼佛光明无量，就是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何为阿弥陀？有沙利佛，彼佛寿命究竟延绵无量无边无生地界，故名阿弥陀。也就是解释阿弥陀佛的名号。真波庄严中第一就是真实名号，正门解释极乐世界的高祖迦明陀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德好啊，让万物都阿弥陀的眼睛。上回已经讲过了，现在再给我简略说明。所以释迦世尊一波庄严讲完之后，就对沙利弗讲，沙利弗呢参与个心意，你认为要办呢？所以讲以你意愿好，身体上一个心体的尊严，讲你对基督是个阿弥陀佛，你也敢想样的？比阿弥陀佛有嘛个缘故？这个名号会按到阿弥陀，有其名必有其义，必听名是相符。名按到阿弥陀，必定有含有阿弥陀的意义在内，所以需要说明，先证明。下面解释是要光明无量的说明无量来解释。讲啥地方呢？比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无边，就是方国无所障碍。有按那个缘故，是故后为阿弥陀。那简单讲，就是因为这光明无量，所以问到成为阿弥陀佛。阿弥陀就是无量光，凡是神修佛果产生诸法的离体，这个法性离体啊，就是太光明藏。神修佛果产生法性，每一尊佛同样是无量光，法身的光明数穷万变啊。这个乘法皆性，若法神论，无论哪一尊佛，统统都是无量光。波神光明成真性，以真义心体完全是同样普遍。若波神论，也是同样无量。所以只有神修佛果，无论是哪一尊佛。佛有三身，有法身，有报身论，佛佛陀同，每一尊佛都同样是光明无量。他是因法身呐、啊，那是为了突发众生的方便。那每一尊佛的念力不同，所以这个因法身就有千差万别了，就有各种不同，都是因机实现。因为阿弥陀佛引体。就让教先做法常必修，在世世在王佛面前发誓是百年，共讲了庄严几个佛国，那几神佛呢，要得到光明无量，一个这个光明它有限量，那几就是不神佛。也在誓师百年的提升应验有讲，引体发了，讲了神修复到个引发神的光明就要普照四方，那现在神修复过。满几个心念，所以呀、啊，光明无量普照四方，要有因法神论。所以要因法神呢、啊，每一尊佛有几个念力各个不同，尤其出在相土为土，该种种不同，所以光明就有差别了。那么因为阿弥陀佛出现那个极乐世界是相土，以前这个念有光明无量的念，所以就神修佛果。这个光明普照是方世界，老这个法身波神的光明呢、啊，相等无处不照，所以无所障碍。
那众神没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原因呢，那是因为众神的烦恼受杂蔽，贪嗔痴等烦恼妄想受杂蔽啊，你见不到佛光，不会佛光没照到的。你看天上啊，天上的日光水明，但是木铺的人眼下的人看不到啊，眼珠看不到的人，双眼都看不到的盲人啊，那种人众人看不到啊，但是其他受到日光的利益，受到日光的利益，他慢慢中受到利益不对。那个力量都逆持众生，虽然见佛光不到，慢慢中蒙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普照的利益，可是是讲不对的。心上那个眼珠看不到的人才也人那个日光之下，受日光的利益也不对的个情况同样。所以我哋大家虽然蒙佛光照，可是唔抵得这个佛光照耀我哋嘅啊这个眼的情况同样。这个道理上次已经讲过啊。那么这个光明啊，有空间论啊，实际上神修佛果一皆无量，万德庄严，万德一都是无量无边，唔会单像光明书面无量天天。那么有空间论。空间内所含的一切功德，神修不过统统其就无量无边，所以称为光明无量。一旦神修光明无量的功德，空间所包含的一切功德呢，统统包含在内。所以用光明无量啊，来含入那个空间所有的一切功德。所以不是万德庄严啊。空间所含的功德，用光明无量来总含量。天一讲，比佛寿命去给人民无量无边二神地加故名阿弥陀。要寿命讲，讲阿弥陀佛给神修佛果，那几个寿命无穷无尽无量无边，因为无量寿，所以成为阿弥陀。那么阿弥陀就是无量寿，他富有三身，法身寿命无始无终。法身离体呀、啊，本来也是啊，这个寿命没有没始没开始和啊和停，也没终结点，永久也是。是法身寿命是无始终，无何论有量无量。佛身寿命有始无终，真果以后啊，神修佛陀真到报身，报身佛，一旦神修报身。一个寿命神修了开始，一直都永久永久无穷无尽，所以报身的寿命由开始无终了，是由始无终。报身寿命由始无终，神修佛果以后开始有了两个报身，那么从此以后天未来之，天未来之啊，无终点，无结束，永久一世，这就是寿命无量。所以一个要发生报身论，佛佛陀同，无论哪一尊佛神修佛果，同样是寿命无量，同样是无量寿，发生无量寿，报身无量寿，每一尊佛同样。现在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呢，仍然是要应发神功，应神无量啊，应神的无量寿啊。所以成为无量寿的年纪呢，因为激发四十八年的时间，其中有一年讲将来就神修佛果，这个寿命无量啊。那么这个所谓无量啊，是三文以下的啊，凡身所不能啊，这个想象没办法和思量，所以成为无量。实际上呢，报那、这个除了报身法身以外。人生的寿命是最长寿的了，仍然是有数量。因为观音书记经常讲，将来阿弥陀佛你们观世菩萨神佛，所以可见这个的无量啊，是有数量的无量，只是凡夫抵不到，你生人也抵不到。那千年安久安久无穷无尽的时间内啊，那所有往生的众生都是千年一生就究竟成就不脱啊，所以称为寿命无量，俩都是要一个应神论。那么这个寿命无量啊，就包含时间上的一切功德。